城，中国最美的县城，现在在你正前方。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四川，你可以看到了哈，非常漂亮的一个一片，青花白桦树，信自己，幸福四川。小编 Steven， 2017年10月27号。中国最美的县城稻城，前往今晚上的入住地方叫做雅宾，稻城雅宾。